就在人家面前炫耀。你就打吧，这么冷的天。啥意思啊？就让馄饨出来啊？今天把拉克领到这里边来了啊，领到犬舍来了，哎，老长时间没让他跟别的狗接触了，今天来了之后，他光上那个虎妞那块去炫耀去蹭，把虎妞放出来陪他玩一会儿。可是虎妞在里边光叫我，光叫，还能进去？你知道？你应该不能进去。我一进去，他俩。就开始了，就这样来回跑跑可以。你看嘛，虎妞对他没事，我感觉这个拉克呀，对他那个劲儿啊，不是，对，不是说一般的，就是玩儿。拉克，你是人家的跟屁虫吗？他还想玩那球呢，拉克。我感觉他俩应该打不起来。你看拉给他那模样，你看，还一直绷着一根弦呢，有。拉开动作，那啥，你看看这家非常灵敏。嗯，虎妞的心思还在这个玩具上。拉开给他咬了。嗯。但是拉开很高兴啊，他跟虎妞玩的很高兴啊，你看没？舌头都抻出来了。嗯。你看虎妞这样。你看，哎，这个，拉开想发情了，这是。你不是不行，这两天就关他这犬舍里边吧，别让他回家了。这有点凉，我舍不得拉开。你看，拉开，你这动作不对劲啊！过来，回来，咋回事啊？啊？没有任何敌意了，这会儿你看，一定要，虎妞，咬他，什么呀？这傻拉开。哎，完了吗？拉开，让人给欺负了吧？拉开说的，我已经让我搂住你后腰，我啪一下就摔你了。拉开跟那个兔子一样，就发现。弹跳力好，这家伙。这就是两个弹跳力最好的狗在这玩，看谁跳得美。走。
就这样闹着玩是吗？啊，这一俩加油打气，你俩谁也不上，是不是？啊，走走走走，啊，你俩成朋友了，是吧？谁也没有动静，现在已经都成好朋友了，没有办法了。累了吧？但是 Lucky 还是那种，怎么说呢？他一直这个心里边就想着，你反正成朋友也行，成敌人也可以。Lucky 这家伙心机太多了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来了，别咬那个了，拉开。他不会真正的跟那跟虎妞干起来。回家了，走。但是他中途会发出那个声音。走，回家了，走。回家